终于要去了。曾经的辉煌在这一刹那似乎都已经风吹云散了，剩下的只是一具垂垂暮矣的躯体。直到这个时候，他才发现自己其实只是一个女人，他要带着美丽离开这个世界。于是他穿上了那件绝世秀衣，凤穿牡丹。随着慈禧太后的去世，各地革命浪潮风起云涌。1911年，随着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，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的局面。我亲眼看见一关的人把那三个愣党藏起来了。人呢？不说，哼，给我过来，快点说。不想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师父，别管我。阿弥陀佛，佛祖面前你竟敢如此？我当然敢。你给我过来。不想，再动我打死你。只要告诉我乱党在什么地方，以后就应该的香火钱我加倍送上。倘若不说，不光是安康难保，恐怕今天我还要在佛祖面前大开杀戒了。无暇。阿弥陀佛。师父。嗯。师父、啊。你干什么？师父。你。哎哎。师父，我跟你拼了！去死吧！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！臭婆娘，你这个死尼姑！八卦总统，后山发现那几个乱党。把这收了，是，快去追乱党，回来再收拾这些死尼姑。这边撤，快！爷爷，快跑！师父坚持住啊！一个金刚，指那边，是，有没有？没有。我不行了，无暇，你带着他们，快走吧。师父，我不走，我要留下来陪你。我不能连累你们，乱世无常，他们都还小，你要好好的带他们，也就算对得起师父了，明白吗？跪下！师父，师姐，快上来呀！快上船！使劲滑，用力，对，要齐心协力，使劲儿，使劲滑，小姐船呢？姐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！我要留下来照顾师父，你们不要忘记我，师姐会想你们的。师姐有功，好好活着。师父，无暇。你怎么不走？别说那么多了，师父。来，
我们走。小心！这边看看，这边也没有。去那边，去那边，我们几个。师傅在静怡庵出家，他受了重伤，快不行了。如果再不救他，他肯定活不了了。我求求你救救我师傅！我不是不救你们，但是现在世道那么乱，我放你们进去，万一让别人知道了，那我们学校怎么办啊？我求求你，只要能救我师傅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。我求求你了！我不是不救你们，但是我不可能为了救你们，害了我的学校，害了我的同学呀、啊。再说了，我怎么知道你讲的是不是真的？这样好了，你们赶快走。我不跟别人讲啊！我求求你了！芝兰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师傅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等你好了，我们再重返静怡庵。我把所有的经文都抄一遍。把电同志告点。老师，你这样会害了咱们学校的。你说他们？是啊。现在官兵正在追他们，况且你又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。不管什么人，他们都是神的孩子，神不会放弃任何人。施主，我求求你救救我师父。我已经尽力了，这里没有手术的设备，我也无能为力，恐怕你的师父。施主，有没有其他的办法了？现在需要的是进行手术，可我们不是医生。快，仔细走，去那边，去那边，快点啊！这边看看，仔细了。老师，一群军人闯进来了，他们包围了学校，说让学校所有的人都出去。什么？包围了学校？快点，严加排查，你们去哪儿？一个人放火乱打。我去应付一下，你和你师傅留在这里。啊！出来，里边所有的人都出来！快出来，快走，快点！快点，站好！师父有件事情一定要告诉你，你可要听好了。师父，你说。你本姓玉，你父母健在，你父亲是苏州玉府的玉豪殿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！有陌生人进学校吗？给我追！是。现在可真不太平，少爷你要当心点儿。国家都不太平，我们安全又有何用？话是这么说，可您头一次出门做生意，老爷交代我要照顾您，这时下这么乱，我能不担心吗？我真是不明白，爹为什么要跟军阀打交道？这还不是为了给霍家买个太平吗？这道上的事儿，你以后得多学着点。Thank you.
前面关卡。班长，前面有车，把他给我拦住。是，停车！警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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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下！停车！下车，下车，下车！哎呦，我们要搜查乱打。弟兄们，弟兄们，来来来，抽个烟，抽个烟。少来，少来，少来！我们要搜查，打开后车厢。哎呀，我们是胡都统的朋友。我们呢是给胡都统送礼物来的。哎呦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胡都统的朋友啊。小的永远不识泰山。您请过。不是要搜车吗？你不怕我窝藏乱党？您是我们胡都统的贵客啊，车上怎么会有乱党呢？让开，让开！让！哎，让开，让开，放开，放开！把车放开！放开，放开，放开！嘿，这畜生乱叫什么啊？这狗不错啊。哎，好狗，乖乖乖啊，别闹啊。家伙啊，我说这家伙怎么乱叫呢？原来车上有肉。可以走了吗？可以走了。您请，您请。让开，让开，放行。老徐，停车。不行，少爷，咱们现在还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。里头去，拿好了。姑娘，你可以下车了。小心啊。来，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帮上你的，这些钱你可能会用得上。我住在苏州城的淮阳客栈，你如果有困难可以去那里找我，我一定会尽力而为。苏州城？对，苏州城，这里就是。对，谢谢你，阿弥陀佛。想不到身逢乱世，连一个出家人也逃不掉。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霍家的大少爷霍东青。久闻大名啊。啊，都统大人，要不要看看霍啊？好货色，两位辛苦了，
我在酒楼备了雅座，请。少爷，去吧。哎，走走走走走，别到了门口。施主，我的钱被偷了，请画个圆吧。这年头我自己都吃不饱，哪有斋画给你啊？快走，不要待在我家门口啊。施主，我不能多事儿，请画个圆吧。可他那么可怜。施主，真晕过去了。哎，吴霞，吴霞，怎么是你啊？吴霞，吴霞，你醒醒，吴霞！各位请，哎，来来来，哎，各位请，哎，这位就是我家老爷，御家绣房的东家。阁下能否验试一下凤穿牡丹的绝技？凤穿牡丹的绝技，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了。是啊，江湖上一直传言得凤者得天下。于老爷，让我们开开眼吧。好，那我就献丑了。好好好，妙妙妙啊！哎呀，好，哎呀，真不愧是天下第一秀啊！玉老爷宝刀不老，佩服佩服。哎，这绣片应允了那句唐诗：“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。”什么意思？此等意境，岂是你们洋人可以理解的？好，过奖。玉老爷。这批货我全定了，数量和原来一样。哎，我也照单全收。多谢关照。那么请几位随赵二到后堂去吧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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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请随我来。哎，再会，再会。请啊，再会，再会。哎，好啊，好，绣的可是太好了。哎，是啊。我今天在后堂都看见了，你都吐血了。我没事。怎么会没事呢？天一亮，你的老毛病就又犯了。如今世道不好，家里的情况也不比往年了。你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。
我最担心的是凤传牡丹的针法失传。今天你都看到了，那些人都是冲着凤传牡丹来的。谁叫凤传牡丹的头牌那么响，当年又是朝廷的供奉，又是太后老佛爷的题词。当年父亲告诉我，得凤者得天下，可是这么多年来，任凭的我怎么努力，我仍参不透针法真正的精髓所在。我真担心要是有一天这玉家绣坊毁在我的手上，要是那样的话，我怎么有脸面去见玉家的列祖列宗。浩庭，芷兰和红玉也都不小了，兴许他们两个可以。织女莫若父，这两个孩子心太傲，杂念太多，我就是传给他们，他们也不能将玉家的家业发扬光大。到时你当初非要把大女儿送走，其实凭着无暇的天赋，玉家的家业也不至于衰败到如今这个地步。有件事情我一直都没有告诉你，这十八年来，我每逢初一和十五都会去静怡庵，不仅仅是上香，还有就是为了无暇。什么？经过这些年的调教，恐怕无暇的功力已经不在我之下了。你把这一切都告诉他了？我怎么有这个脸面跟他说我是他的亲娘？素来，我不知道无暇的命到底怎么了，你十八年前非要把他送走不可。你不要再说了。浩庭，吴霞，小四，你来了。哎，饿了吧？来，吃饭。哎，衣服也给你洗好了。嗯，谢谢。吴霞，庵堂没有了，那你日后有什么打算吗？我这里就是个堆放杂物的地方，又脏又破的，真是太委屈你了。其实，我这次来苏州，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啊，有什么事儿？哎，我能帮上忙吗？小四，我爹娘其实还活着。啊？师父圆寂的时候告诉我，我爹姓玉，我家是苏州的玉家绣坊。苏州的玉家？嗯。哎，我知道，玉家在苏州很有名的。你爹叫玉浩庭，你们家门口有两个大石狮子，特别的气派。你们家还有好大的绣房和院子呢。哎，吴霞，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，那你太有福气了。是真的吗？是啊，我马上就要去见我爹娘了。可是我想不明白，如果我家真像你说的那么气派，那在我小时候，我爹娘为什么要把我送到庵里去呢？嗯，我也不知道，吴霞，反正你见到他们之后不就知道了吗？有的吃有的住多好啊，吴霞。哎，你就别想那么多了。嗯。哎，哎，坐这儿吃。怪不得呢。怪不得什么？怪不得小的时候我看见你和其他的师妹就不一样，那时候师太也不急着给你剃度，她总是说你还小啊什么什么的。那会儿你还留着小辫子呢。是啊，我现在想起来，在菩萨面前侍奉了那么多年，我还是不像个尼姑的样子。我想可能我跟佛家真的没有缘分。那当然了，你是有家的人，迟早要回家的。来，喝水。嗯，小四，你看，我绣了个礼物给我爹娘，你觉得他们会喜欢吗？吴霞，肯定会喜欢的。
老爷，芷兰小姐回来了。给我拿着。哎，哎，过来给我把椅子拉开，这是西方的礼仪。谢谢。你不在学校上学，跑回家干什么？也不知道哪里来的乱党，把我们学校搞得天翻地覆的，当兵的把我们学校都给封了，老师让我们先回家。现在外面世道乱，还是回家里来好。对啊，我回来也好顺便休息休息嘛。回来可以，不要把书本丢掉，没事的时候多看看书，不要慌了学业。知道了爹，又是那一套，说了都快一万遍了。过两天啊，就是你爹的六十大寿。对吗？过几天呢就是爹的六十大寿，我觉得呢倒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现在不是什么都图个改良吗？像以前那样实在太闷了，我觉得我们家以前的手艺也应该改良改良了。我看是越改越凉，冰凉。老爷，赵二，跟我去书房。老爷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锦衣庵被官兵给烧了。什么？那吴霞呢？大小姐，找不到了。你怎么也不去打听打听？压根连人影都没有啊！还有几个官兵把着庙门，想打听都没处问呢。吴霞，你在哪里呀？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包括夫人，明白吗？明白。爹，我刚才的话还没说完呢。嗯，赵叔怎么了？没什么事。小孩子家不要多嘴。爹，现在国外啊实行一种表演，趁您六十大寿的机会在家里热闹热闹，顺便给咱们家冲冲喜。爹，你说好不好啊？老爷，我看这样也好，冲冲煞气，兴许。赵叔，什么煞气啊？没什么，就是最近绣房的生意不太好。就按你说的去办吧。谢谢爹，我一定会努力做好它。那我先出去了。王老板，王老板，里边请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施主，请问这是御府吗？哦，小师傅，明天我们才开粥铺，施粥呢。明天我家老爷做大寿，师傅一定过来，多给我们老爷念几遍经啊。这不是。这位小师傅，你来是？啊，我是来看玉老爷的，麻烦你把这个带给他。你等着。这个荷包是谁交给你的？是他，就在外面。小姐，哎，怎么是你啊？你来我们家干嘛？小姐，是老爷要见他的。老爷，要见您的，就是这位小师傅。学校闹得一塌糊涂的人，他和乱党有瓜葛，就是他。阿弥陀佛，我师父说让我来找您。你师父？我师父法号慧觉，他在圆寂前告诉我，苏州御府的玉浩庭是我的亲生爹爹。你说什么？你胡说，你
我没有胡说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爹，这个人疯疯癫癫的，先是到我们学校招来一大批兵，现在又到我们家来胡说八道。爹，他是个疯子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是吴霞回来了吗？吴霞，真的是你，我的女儿。姐，娘，你真的是我娘，我就是你的亲娘。来人呐，把他给我轰出去。韩浩庭，你说什么？这话你没听到我的话吗？把他给我轰出去。老爷，我不是你爹，你走吧。你进去呢？哎，大哥，我跟你说多少遍了，我是你们家大小姐的好朋友，我叫李德发。哎，我们家就住在报社那儿，你不认识我了？这里没你要找的大小姐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她跟我说她要回家的。哎，这是玉府没错啊，我找的是你们家大小姐玉无暇。你们俩是一伙的吧？今天早上刚走了个冒牌货，现在可倒好，晚上又来个找她的。我告诉你，这里没什么大小姐，你听清楚了没有？还不快给我滚！这位小姐。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什么叫冒牌货呀？她是你们玉家的大小姐，她今天告诉她要回家的，她是不是出事了？她一定是出事了，你让我进去看看。哎，你给我出来！这里没有什么玉家大小姐，我就是玉家唯一的大小姐。你要找的那个人，已经让我给赶出去了。原来你就是吴霞的妹妹啊！
好啊，吴霞怎么会有你这么一个没人性的妹妹啊？把自己姐姐都赶出家门！哎，你干什么啊？哎，走开！哎，你们欺负人是吧？什么大户人家的小姐？你就是个狗仗人势的东西，你没人性！穷要饭的，以后别让我看见你！我是穷要饭的，你就是一辈子没人要的女人！呸！你还说你？你快滚吧你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自己会走。芷兰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娘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他是谁啊？芷兰，你听我跟你说，她是你的亲姐姐，比你大一岁，一直在静怡庵为我们家还愿，从小没有回过这个家。其实娘早应该告诉你的。娘，我不是小孩子了，我有姐姐的事情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？扫地的知道，煮饭的知道，全岳家的人都知道，只有我和胡玉两个人跟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。娘这不是在告诉你吗？娘，你要为我们想一想啊，大清早的就有个尼姑来我们家，说要做我姐姐，想进玉家的门。你怎么说话呢？你姐姐她从小就没有亲人在身边，一个人在姑子庙里吃不好穿不暖的，想起这些娘心里就内疚。现在她长大了，为我们家已经还了愿了，可以回这个家了。娘，全城人都知道我是玉家的当家小姐，现在平白无故的冒出了个姐姐，你让别人怎么看我？怎么看玉家吗？我不要。芷兰，你真是白读了那么多书，怎么这么自私啊？你姐姐长了一双巧手，你看看她绣的，的确是我们玉家的真传。冲着这双手，她就是我们玉家的女儿，娘认她。她绣的再好，能绣出凤穿牡丹吗？能解决我们家一件又一件的倒霉事吗？想做我姐姐，凭什么？芷兰，芷兰，吴霞，吴霞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吴霞，哎，来个馒头啊，先生。不不不不，吴霞，我正找你呢。你肚子饿了是吧？嗯。来，快快快，来俩馒头。哎，来了。不要哦，吴霞，你怎么了？吴霞，他们是不是把你赶出来了？真是人面兽心，还有你那个妹妹，兄弟要死。不行，我找他算账去。嗯，小四，别去了。吴霞，你别伤心了，没事的啊，不还有我陪着你吗？别哭了，走吧，回去吧。明天就是你大寿的日子，阿离，我不应该说这些。18年前，你一句这个孩子命硬会毁了我们玉家，就生生地把他从我身边夺走。吴霞要是早一天回来能怎么样呢？能给我们这个家带来什么灾呢？我这也是为了我们玉家的生死，我们已经坚持了18年了。18年了，我天天吧年年等，就盼着有一天我们一家人能够团圆，能听吴霞亲口叫我一声娘。好不容易熬到了这一天，孩子的脚都跨进家门了，你却又把他赶走，
谁知道好不好的